大家好，我是梁浩然，我身边这位是治安警察局的代表警员周凤玲。大家好。每当有重要人物访澳，大家可能在电视和报章的媒介里面看到一班身穿整齐时刻保持高度戒备的人员在周围出现，他们就是保护重要人物和设施组的警员，亦即是大家经常叫的智科。是啊，其实保护组是隶属治安警察局，组入面所有警员都要经过特别的专业训练，自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以来，一直为肩负起保护重要人物安全以及保障大型活动秩序的重要工作。保护重要人物及设施组正式成立于2001年，但其实早在澳门回归祖国所进行的前期准备时，治安警察局特警队在工作上已经作出特别支援，一支专业的保护政要队伍因此应运而生，以配合澳门回归日的保护政要工作，以及专门负责日后的保护本地区重要人物及确保设施的安全。我们都知道澳门正致力发展成为国际旅游休闲中心，经常举办国际性的会议展览活动，因而有不少国家领导及政要来澳出席，例如在2013年由澳门承办的亚太经合组织旅游部长会议，举办了多届的中葡论坛部长级会议及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等。而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每一届的就职典礼，国家主席都会莅临为行政长官监誓就职，同时也会考察澳门各区与澳门居民亲切接触，了解民情。这些活动都少不了保护组的参与，透过保护组人员全天候的执勤，才更有力确保所有重要人物的人身安全，使到各项大型活动能够顺利进行。而每年的国庆升旗仪式、国庆酒会、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授勋仪式、司法年度开幕典礼以及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纪念日升旗礼及酒会等等，保护组的警员均会参与其中，维持活动的秩序和确保出席嘉宾的安全。保护组的工作需要应对任何的突发情况，并且无时无刻保持高度集中的精神状态，即时作出反应，所以专业的训练是十分重要的。没错，组员会密集式做高强度训练，对体能和心理都有很高的要求，希望培训组员多方面的应对能力。我们来看看他们是怎样训练。保护组训练的方案是为了维持每一名组员的技术及体能水平而制定，内容包括有射击、枪械知识、驾驶技术、急救、装备应用、突发事件的处理能力、不同阵营以及战术运用等众多的训练项目，来到提升组员的体能和心理素质。了解完他们艰苦的训练，阿玲啊，其实怎样才可以成为保护组的成员呢？保护组会定期开办培训课程，以补充人力资源需求。当然有兴趣加入的警员在报名之后再通过考核，才可以参加为期12个星期的保护组课程。在课程期间，考官会挑选合适的队员加入，成为其中的一份子。加入了特警队这个保护工作之后，我可以接触到不同的特别的工种，因为我是想有给自己一个挑战的。
因為我知道保護組的工作是可以去保護一些重要的人物、國家領導人甚至是外國的元首，是非常有挑戰性，所以我選了在2015年就加入了這個部門。在這兩年裡面，我是擴闊了自己的視野的，看到很多東西，我也學到在國際上是怎樣去保護一個 VIP， 它的規格和它的很多重要的事項，我是 學到這些東西的。最難忘的就是可以在保護一些國家領導人是可以有一種自豪和光榮感，因為可能有時候電視或者報紙上面你見到自己，即是證明 VIP 來到澳門，我能夠為他提供到一個保護的工作，是一個光榮，亦是一份使命感，是非常難忘和是自豪的。我們今天是一個大家看到是一個野外訓練，是會模擬一些很艱辛的環境下去完成任務。為什麼要這樣做呢？因為我們工作可能是即係要高度集中啦，咁好難模擬到呢個環境嘅。咁我哋會通過呢一種野外訓練，因為令到你無論心理上或者身體上都有一種好疲倦、一種好困難嘅環境下邊，但你都要去冷靜，保持自己嘅頭腦冷靜去完成任務。咁我哋要通過呢種訓練去模擬嗰個環境，然之後係可以喺日常工作萬一有突發事件嘅時候，我哋可以表露到我哋自己嘅專業出嚟。本澳以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作為發展定位，積極發揮自身優勢，每年都吸引不少來自世界各地的旅客訪澳。為確保本澳的城市安全，保障社會的持續發展，警方時刻保持居安思危，持續優化各種重大公共安全事件的預防以及應對方案，而且每年都會舉行多項針對性的演習，以提升應急以及處理突發事件的能力。沒錯，演習可以有效增強警方面對突發情況的處理能力。保安部隊和部門在2016至2017年間舉行和參與了大約30次不同類型的演習。接下來我們看看這些演習的情況。關閘口岸是本澳和內地連接的重要口岸，為了確保它的安全和暢順運作，警方將關閘口岸可能發生的各種突發事件，好似電子系統故障等情況，劃入年度的演習內容裏面，並且透過每年進行演習，提升治安警察局各個單位在應對關閘口岸突發事件的處理能力，以及深化跨部門之間的溝通、協調和合作。另外，澳門國際機場是本澳的重要設施，大量居民和旅客經過機場口岸進出本澳。近年恐怖主義活動在多國肆虐，其中以機場和航機作為襲擊目標的例子屢見不鮮，所以確保機場的安全尤為重要。在警察總局的協調之下，治安警察局每年都會聯同多個部門進行大型的演習，好像去年的反炸彈恐嚇和今年的反劫機演習，以不斷提升跨部門的協調能力、自身的反恐技術和戰術水平。本澳三面環水，船隻亦都是本澳和鄰近地區往來的重要集體運輸工具，因此船隻的反恐亦都是警方的重點反恐演練項目之一。並且隨著北安碼頭在2017年6月1日正式啟用，警方可以更針對性地進行相關的演練。治安警察局特警隊每年都會舉行多次的船隻反恐演練，模擬各種可能出現的突發情況，不斷優化行動方案。另外，針對各項突發事件，好像是西環橋下層隧道交通意外、機場油庫火警、海上事故和公共衛生緊急事件等等，保安部隊和部門會聯同政府其他部門進行不同類型的演習，透過在上述各個場地針對不同事件和突發情況的演習，能夠持續優化警方對相關事件的預防、協調和應對能力。
除了上述的演習之外，保安當局亦都非常重視博彩娛樂和旅遊度假場所加強保安工作的問題。司法警察局和博彩監察協調局緊密溝通，督促博彩企業加強安保措施，好像是增加保安設備、加派人員進行安檢工作等等，同時亦都是強化相互之間的合作。如果發生突發事件的話，博企可以配合警方和提供必要的條件给警方进行執法工作。此外，警方亦都计划和博企开展对突发事件较大型的演习。多谢各位收看，今集的警民同心就到这里结束了。下一集我们会继续介绍大家关心的警务内容。再见。再见。